了，喝太多了，然后又很厚，所以我就生气不生气？就觉得扎个马尾会凉快一点。朋友们，把羡慕打在公屏上。哎，怎么了？肯定。大家觉得好看吗？谢谢。能看得到吗？哎呀，好开心哦！今晚不洗头了，我就扎着啊。最好是哦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也赶紧。很可爱啊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哎，你竟然给我编到，就是编到了头发里面哎。对。我以为就随手扎一下就行了，没想到你弄得这么细致，很法式，很浪漫。嗯。这我是第一次。真的？哎，那你很有手艺哦。嗯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这是连环计。我接下来不还有第二个挑战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第一个就让你把我头发给扎起来吗？嗯。不知道，你这样让我再给你拆开是吗？想得美，不要拆。因为呢，我看女明星都有特别好看的肩颈线条，就每次穿晚礼服，晚礼服，看出来也是广东人。你笑话我，真的，我今天真的是点儿背。你学得好厉害。啊，好了，哎呀，两轮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今天恭维你这么久，就在这里笑话我。好啦，那能不能再让我羡慕一下？就是觉得女明星肩颈线条特好看，然后呢，哎，脖子这里的皮肤也特别好，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保养秘诀？就比如说什么按摩操啊，然后或者是涂什么东西啊，让自己哇，这里看起来好优雅。嗯。其实我平时会的，因为要你在抹油的时候配合一些按摩东西，嗯、尤其是哇，对对对，哇，你代言的紧致大 Q 瓶，我来帮你拿，嗯，然后我会每次洗完澡以后涂这个紧致大 Q 瓶、嗯，然后它其实就是你把乳液抹在手上，嗯，然后你就顺着你这个肩颈就一直这样往上涂，对，这样其实很简单、嗯，然后这边也是，嗯，这两边有淋巴，你可以再顺着淋巴按摩，尤其是这个地方。嗯，就又可以放松，然后又可以让这里的皮肤保养得很好看。对对对，嗯，因为紧致大 Q 瓶它其实是有紧致效果的嘛，嗯、抗氧化效果、嗯。而这里的皮肤呢，平时我们很少会照顾到，所以啊，女明星用了之后，哇哦，走上红毯的时候，哇，天鹅颈随便一抬就超级超级美。嗯，然后杨子刚刚看到我说，哎呀，这个主持人啊，就口胡，讲着讲着词儿都讲不好了。今天有没有更好的主持人？我告诉你，真有。因为你等一下不是要粉丝会吗？然后呢，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在后台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会就会去到粉丝会现场，所以我特别特别期待。但是我今天更期待一件事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因为我知道，等一下在粉丝会现场，你会有一个神秘的礼盒。嗯，还不准、啊、现在能看吗？现在不行，那我就要偷看。哎，你说不行，我就要看。哇，谢谢我们工作人员，我不打开好不好？先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？哇哦，这是准备的，我帮你拿礼盒，但是一会儿再给大家看吧。现在先卖一个小关子好了。好吧，我就在这里等着。那你的粉丝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都已经在台上等你了，期待你等一下顺利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在台上见，好不好？谢谢杨子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嗯、好的，一会儿见，好的，一会儿见，仙女再见，拜拜拜拜。拜拜拜拜我往这边走啊。一会儿见。拜拜。